做咩同葉展坤朋卑为奸啊？况且蔡明君出道以嚟都未遇过咁嘅机会，所以佢今次咁做，我真系唔觉得出奇。根本冇见咁嘅事，我会过去廉署。到时呢一世界末日。你懂你，懂你，在世间都天与地，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。 只要你肯嘅话，听日翻去打铁铁上。我同你老母子揾间舒服嘅屋。如果佢入自家，唔系单凭一个你爱佢嘅理由，就可以过五关斩六将。我唔可以当明君系情妇，另外一个人唔可以随随便便咁攞佢便宜，我有责任令佢名正言顺。